彰化县政府积极推动文化资产保存，向中央争取经费修复历史建筑大城咸安宫。27日上午举办开工祈福典礼，彰化县长王惠美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古迹聚落组副组长林炳耀、大城乡长蔡宏喜、大城咸安宫主任委员吴信凯等人共同祈求工程执行顺利，并与乡亲分享文化资产维护的喜悦。今天是我们大城乡大家共同的信用咸安宫的这个修复工程动土，那在这可以说要来很感激前前后后招标备处，那在这除了感谢我们文资局对我们经费的帮衬，补助我们 75%， 县政府 20%， 地方这个宫庙自己又提出 5%， 才有法度成就今天的这个动土。我们相信经过一年后的修复了以后，一定有法度一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咸安宫给我们的乡亲，这是我们的这个大城乡的中心点，也是大家共同信用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在。那如何把我们的这个文化资产做好保存，也是我们县政府刻不容缓的代志。在这一年，咱无论讲是像安尼这个修复工程，还是讲未来的一寡规划，今年都拢总有15个案在进行吼。而且嘛，爱感谢咱这个文化局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，大家的这个辛苦，咱共同努力，干那一个目标如何将化关卡好，将化看卡水，咱地方更加进步。上重要，咱一寡文化物件有法多保存落来，和咱的子子孙孙拢知影咱过去先人努力的这个部分吼，让我们美好彰化希望城市能够永续来发展。咱下年叫下半江，这修复工程终于安，和大家终于安要来开工。这几年来，希望大家的关心、大力的争取、帮忙，才会当顺利今天来开工。本人伫这代表咱下半江向安联人来宾各位长官非常感谢，谢谢彰化县历史古迹大城咸安宫于1997年登录为历史建筑，108年获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核定补助修复计划经费，修复工程预计110年1月完成。修复完工后，将推动成为文化资产修复活化的重要据点之一。结合周边王宫海牛文化及二林镇的文化资产景观，打造文化观光小旅行，再创彰化文化观光新亮点。公益频道林义俊，大城采访报道。